是拳击选手林玉婷，这一刻我们一起上场。自己既然就选了打拳击这条路，那我就希望说这条路上自己要有所获得什么。上场前就是我会有一段时间，就像现在坐着，调整呼吸，然后告诉自己你可以，没有问题。我在脑海中先把未来可能在场上有可能发生的场景去乱过一遍。假设哦，我就是抓对手这个攻击，这个one two进来之后，我抓到他，然后反击，击中对手，对手被我重击读秒，就是这里，对，然后就告诉自己没问题的。当你踏上擂台之后，那就是相信自己，相信这次是你的主场，即便对手很强大，我是要让你知道，对我们台湾人也不是好惹。坚定自己的选择，自己才有办法迈向自己心中想要的那个梦想。这一刻，我们一起上场。我是林玉婷，请为我加油，也为台湾选手加油。